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。相信有在关注虚拟货币的朋友，应该都是比特币非常的夯，这个价格也是逐步的攀升。有不少人想要进场，却又跟我一样口袋空空，没有钱啊。想要组个矿机，想说跟风挖矿一样，却也没有钱组矿机，真惨。在我们很久以前影片，也有介绍过如何透过浏览器来挖比特币。可是这个方法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开着浏览器，它才可以挖矿。如果关掉就挖不到矿了。有些人就觉得，这个也太不方便吧，我要开着可以挖矿，我关掉就没有了，那这不是很浪费电吗？各位抱怨的东西，我都有听到。所以今天要介绍 APP， 就是完美的解决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太浪费电，第二个是要一直开着。这两个，这次 APP 都会帮你解决。这次 APP 呢，它挖比特币，就算关机照挖，够爽了吧？那到底是什么 APP 可以关机的情况下一样挖比特币呢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介绍吧。在介绍 APP 之前，我们要先介绍这个 APP 背后的交易所。这个交易所叫做 Storm Game， 翻成中文就是暴风与获利，简称暴利，感觉就是希望大家都发大财啊。高雄要什么？高雄要发财啊。它是在2019年成立的，以交易所来说算是蛮新的。我们先点进去官网进行注册，注册连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中，有兴趣再点进去连接进行注册啦。点击右上角进行注册，注册完后登入一下。这个交易所跟我们之前介绍的几个交易所一样，要两段式登入。登入后确定账户 OK， 就可以直接关掉了。接下来我们到 Google 商店下载 APP， 搜寻 Storm Game， 安卓和 iOS 都可以直接下载。下载完后打开 APP 进行登入， APP 一样要进行简讯验证。登入后直接点击下方的更多，点进去后可以看到免费开采比特币，点进去按激活开采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用我的连接注册，应该一开始就会送你价值 3USDT 的比特币，等你挖价值 10USDT 的比特币时，就可以把钱提到你的钱包，钱包要有 20USDT 的虚拟货币才可以出金。如果你觉得只有一个人挖太慢的话，也可以去复制你的推广连结给你朋友，越多人一起挖就挖越快啦。 OK，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会有帮助。如果喜欢我这影片，麻烦帮影片点个赞，并且订阅我频道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或是私讯我的粉丝专页跟我进行讨论。我是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